拒绝面瘫 AI 绘画高级自定义表情，你们是不是已经快看腻了这一张张面瘫的表情？之前我们已经可以通过 OpenPose 3D 和 Deep's Library 来精确控制人物的姿势和手势，但是今天我们还想控制的更多。就在前两天， ControlNet 推出了最新的表情控制空间，但由于之前只支持 SD 2.0 的模型，也没有办法配合其他插件联合调用。但就在三天前，官方发布了最新支持 1.5 的预处理模型，实用性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需要手动更新一下 ControlNet 插件，先备份一下原先的插件，避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然后在目录右下右键点击在终端打开粘贴 Git 的插件地址，回车后等它安装完就可以了。安装完成后，我们复制最新的表情预处理文件至 Models 文件夹下。至此，插件的安装步骤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进 SD 看一下效果吧。我们先挑选一张自己喜欢的表情图片做测试用，然后将表情图片导入 ControlNet 当中，处理器选择 Face， 预处理模型选择 Face。 我们先点击一下预览预处理结果，看一下表情处理是否正常，输入好常规咒语后，我们就可以点击生成了。哇！好了，这样我们就生成了一张十年专业假笑脸，彻底告别面瘫。但是在我做测试的时候，我发现如果关键词里没有相对应的表情关键词的话， SSR 的概率不是很高，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十连抽抽出高品质的 SSR 的话，那你可能需要尽量的在正向描述里把关于你现在的这个表情的描述写的尽量详细一点。好了，本期的游玩指南就到这了，我们下期再见。